di pure, un po' la mania, io non posso scomparire la mania, su e su e non mangio, gli altri mangiano, io non mangio, e mi messo a prendere.这时候啊，你整个岛就被盖住了，懂意思吗？可是威尼斯人从来不开口骂这些事，对吗？因为这个烂泥巴岛虽然很低，当时马骑不上来了，我们活下来了，而且1500年没有过一次地震、台风、海啸、龙卷风，两次大战没给人扔过炸弹。威尼斯人啊，很有意思的，结婚。不是送礼，一定要亲自到教堂来跟他一起感谢上帝是大礼。人走了，一定要到教堂来用嘴巴亲了棺材一下，一起感谢上帝接他去天堂，就是觉得神对他的帮助是最大的，懂意思吗？啊，总而言之呢，坐桥把118个岛串在一起，所以就叫他白岛城。这位小姐，要是你的麦克风啊，刚好那里的人下太大声啊，能挪活树挪死你。赶快换个位置，明白吗？不用白白在那里受苦。哎，这人呐、啊，就是要变的。他不变的话，那问题对。好，这个靠着海鲜活命。这个海鲜，哎，你们饿过肚子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万事吃为先，民以食为天。这没吃东西人会死的，是吧？吃饱了也会开的。虽然他老公要求什么礼物啊，好好烧一顿饭给他吃，慢慢说，绝对有，是不是？对，不要大声叫啊。好了，这吃饱了就往外海一卖啊，哎呦，船上有好东西。威尼斯是什么人啊？军人、商人、商人，你要注意哦，他是全世界最懂得做生意的人。我说给你听，要怎么懂得做啊？船上一看，好东西多，丝绸、宝石、香料、胭脂、盐、橄榄油，他明白了。有钱人爱这些东西，现在有钱人爱什么？爱酷奇包，爱路易威登包，爱劳力士表，不太一样啊。他们决定了，谁有本事把那些商船给我引到这里来，我们选他当总统。各位平民注意啊，今天是2008年，哪一个市长敢去做生意？我们叫他公关商勾结，没在内啊。威尼斯啊，刚好相反，商人当总统，商人来当官。
当时突然看杨秘书，为什么执政人喜欢用太不喜欢用太老的？我到更年期了，我不敢玩股票，我怕输掉。为什么？中年无成，我万事休啊！我去哪里搏回来啊？是不是保守？年轻人不一样，我跟你拼一拼，搏一搏。所以用了年轻人秘书啊，他出了一招可好？哎，好 gay 啊！你做行李啊，做生意啊，往我这靠。第一，烧海鲜给你吃。帮你打理打理船，三好丝绸留下来，人家一块市价，我们两块买，是不是傻瓜啊？错，远见卓识，那个脑算得快，只要多一块，十张嘴巴到处传，供应商一多，我挑好东西抓手上，我垄断市场。请你注意，逃难来401年，穷乡又僻壤，697商人从政，经济强国。到了1000年，他已经成为我们台北的101大楼，精品买卖世贸中心网，懂意思吗？啊，那时候哎，我告诉你啊，101啊，我是7年回自己台湾嘛，我去年回去陪我妈妈过小学毕业旅行嘛，我去101看一下，那不是我们华人街那些东西啊，我是在万华长大的啊，那是等于我们整个欧洲搬回台北去了，精品，你懂意思吗？啊，这点特别注意啊，1284年，威尼斯赚钱怎么赚啊？他的船经过你的海，研发他定价，六宝他开盘，他说多少是多少，那种垄断生意啊，一句话，风云际会意志盘，懂意思吗？哈，我讲到这里啊，你要知道啊，威尼斯人懂得做生意，商人他说的是利是利，什么是事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山洪爆发，夹沙滚石，滚滚而下，雷霆万钧。我们说好一个势不可挡。OK， 削竹子一节节砍，没得砍，拿起刀来，瞬间讲唰一下子节节锯开。我们说好一个势如破什么竹。好了，这两句话明白就知道，势就是种走向。这种力量，一般人做生意先看到钱，威尼斯错，他先看到势，钱从哪里冒上来，先丢钱取势，懂意思吗？我们现在都学他哦，你要做生意都是先花钱去买一个店面，然后再来做生意啊。他就是很早有商业管理概念的人，懂意思吗？所得税申报出自于威尼斯人的手，进口税他开始收。利息高利贷响当当，莎士比亚写威尼斯商人，商业信用装是他最早用。这商业上的四大金刚法令，一句话，无国界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全世界人都在用。记住，在过去的辉煌里，他留下两个重点：一，商业制度；二，四大金刚法令。安内明白吗？好，好，看一下左手边。台面上有好多的粒子树杆，注意看，上面好好的，中间都蛀掉，水里头还有一段，烂不烂啊？不烂，水生木，水里头没氧气，剧内长不了。您看到木头，一定要记住王老小姐我下这句话，全世界的木头都一样，木头有木头，湿千年呐、啊，干千年。不湿不干没几年，瘦的3年5年，烫的会5年就烂掉，懂意思吗？所以威尼斯注意，他住在山区，木头是他兄弟，起家靠兄弟。他当时盖房子，所以听我说啊，这是一块岛，挖一个沟，两个木桩围起来，用石板把它圈起来，烂泥巴不要再流失，总算好一点吧。房子下面烂啪啪，10个木桩削尖尖，棒打入5米半深。这一段密封好，上面开始叠砖头。所以你注意，你有本事把我们威尼斯的房子拔起来，像萝卜倒放过来，这里就是一座森林。好，看一下右手边，威尼斯大学的国贸系，这一栋房子旁边就是我家，下车欢迎来我们家啊，很好找的。好，注意看，这是一层楼的房子，对面房子几层楼啊？注意看，1234层楼，
我问你什么差别？不要只会拍热闹，要懂得拍门道。威尼斯一楼的房子以前没钱，波及南波及就青菜随便，木桩找得到就打进去了，顶不住高。三层楼以上的房子，当时一定是像我们王永庆那一号人物，有钱人。有钱，他没有我们坏习惯，然后喜欢捡便宜。他问年轻人，什么木头比较耐啊？年轻人有概念，松木，记住，松木百年才能长一轮，越高越寒越结实。只要给它扎到岩土，它自己长在悬崖峭壁，自己吸收天地阴阳之气。所以你买家就喜欢买意大利家具，为什么？意大利上面是阿尔卑斯山，都是七米深的松木，好不容易变形，你懂意思吗？所以特别注意哦，威尼斯是一座地下松木森林，你要意思吗？欧洲人对他最佩服什么？当时做事情啊，不是我们这样子啊，假定后光弄花花呢，他也会拿到很漂亮的。我们这个松木要打进去啊，万一没有密封好，那松木也会烂的，那怎么办啊？他们祖先很聪明，我告诉你啊，三层楼有钱人，三大楼没小人，三层楼有钱人，一层楼没钱人，不交互相排斥。我们呢，墙壁够用。你要注意，威尼斯房子没有单间独栋那么安线，所有的房间啪啪啪全部连在一起，捏成一块，抱成一团。他把力学的最高境界在1200年都给做到了，横千竖拽，互相依靠，牢不可分呐、要倒咱们一起倒。我告诉你，就像下棋一样，一招棋走对了，全盘就给你活起来了。这个鼎力与张力的分解，它做到最巧妙的比例结合，懂意思吗？所以特别注意哦。也就是说，威尼斯房子到现在不倒，不是偶然的，是因为当时用了有建筑概念的效力，也用了人才，懂意思吗？我家住这区，我是桃园大溪人，黄日香早期到台北去卖比较贵，物离相会，我人离相见。这一区最了不起三层楼四层的砖窑房子，没什么震撼。等一下我带你往里头走进去的时候，你们的镜头只要看到那种石头房子，我求求你把那个镜头从下面给我扫上去。我告诉你啊，等于我们的六层楼这么高那个石头都是一块一块拼上去的，你懂得看建筑风格，看，哎呦，鬼头天使浪边巴洛克式风格，就是1600年红的东西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贵宾，沙巴某张泥金没有起重机，那些石头怎么上去的？人的手工，人才 ，OK。那个建筑师绝对是人才，350年前没有这种船开这么快，一压一压慢慢摇，一栋石头房子没有30年起不来。OK， 秦始皇盖兵马俑也不会花36年啊。孔子说30人生而立了啊。好，最后一点，这么重的六层的石头房子盖在沼泽地上，你有没有想过下面要几根的白松啊？不多，100万根的白松。威尼斯最了不起的1000岁的教堂圣马可大教下面一定打下了500万根的白松，每一根都没用钱买，都是人家做生意成功回来搬回来奉献的。你要注意啊，我再跟你啰嗦一遍哈，100万根的白松，30年的时间，超越一般头脑的建筑师。你要这三样东西到你的手上来，你一定要从口袋里面拉出一个神符，不要说鬼力，太不正经了，打出一张神符，什么东西来啊？Money 好极了，钱。你们要特别注意啊，这个商人全世界的福气，钱我再给你标明了。有些父母亲不懂得亲生儿不如手边钱，早早把财产分下去，我告诉你，你晚景凄凉啊，病的都没人管你，你知道吗？有些父母亲一放财产啊，兄弟拿刀相残的啊。有些家庭一到钱啊，开始两夫妻要分离的。钱的力量很可怕，君子当权能欺佛，小人一仗势讲话喷火来欺人。欧洲人对威尼斯的商人佩服是什么？他一赚到钱，不是把手在床底下，他第一个拿钱取势，把商船引进来，赚了再多钱，他开始盖房子。他把当时所有叫得出字号的有头脑的建筑师，像我们台北101大楼啊，中国的贝聿铭啊，英国的福斯特，全部都请进来，在这边留下了200栋石头的房子。陈教授，帮我王家来一栋。我们做大生意，那家里要起盘，就咱们的命就是每一天呐、每一天在哪里休息啊？在家休息，
帮我王家盖，人家给你10万。不好意思啊，帮我王家盖，不要帮李家盖。李家也是李嘉诚啊，我今天说话粗鲁一点，我人是英雄，我钱是胆，我怕谁啊？我会去揽一回债。所以注意哦，威尼斯叫做千娇百媚的亚德利亚海床，不是风景啊，是这200多个房子没有一栋是一样的，这就是我们叫所谓的什么专利买断式的做法，懂意思吗？所以啊，很了不起啊，这叫什么呢？叙事，咱台湾公共诶，好天吃好来牛啦，懂意思吗？把雨水蓄积起来，用来充电，用来灌溉叙事。一个商人要会做生意，一定要懂得势与力，懂意思吗？势力你不会分，你不要做生意，那绝对亏大了，好不好啊？好了，这就是威尼斯过去留下来宝贵的记录。那我带中国团啊，中国人很喜欢问题，好了，王导。那是威尼斯以前厉害，现在属咱们上海了吧？哎，咱们上海经济成长7.9%呢，是吧？我说哦，那你看看，你们来说，他赢过上海没有？你们先看看过去，这里面有法拉利董事长的生意 ，Maker 老板的生意 ，Window 老板的生意，爱马仕集团、劳力士集团、肖邦集团、动力卫生集团，我告诉你，你只要叫得出字号的，在里头都有生意。你有时候看，你看到李永东广告牌没有？你看这商人多有头脑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有钱人没钱追快。你做生意东西好，人家就来。你不给打广告牌，一次500欧，三次我吊销你执照。你算钱算得好干净，你能怎么睡觉？不可以，一个广告牌你都找不到。环境安静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啊，等下带你坐小船啊，小船那一区啊是威尼斯最高级的名牌区，黑门斯对面就是香奈，香奈变成 Prada，Prada 旁边是 Versace， Versace 旁边是 Ferragamo，Ferragamo 是 Gucci， 全部的你们知不知道那个爱马仕一条是多少钱啊？950欧元啊！前年啊，淹大水，搬啊，90条湿巾，嘣一下子放海水里面了。他们所有的名牌老板说，市长。我们这一区啊，10几家的名牌店，一年送给你15万欧元，送给你，你好心一点，码头到我名牌区3座桥给我推平，那400座桥搬起来多累人呐、啊！你们这个说好麻烦嘞、欸，你的汉威尼斯怎么说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一块就是我的妈妈，我今天就是在这个白岛城打出一片江山帝国，50万平方公里的内海湾，到今天我说一是一，说我说22。当时在欧洲还有200个国家跟我结盟，这是我的妈妈，妈妈就400根骨头，你要给我钱拆我妈的骨头啊？不好意思，不可以哎，以钱造势不可以。您知道她的智慧吗？她早就算到了，我把400座桥给你保住了，我让你车子踩不上去，脚踏车都没办法踩，没车子空气干净，没有广告牌，一出门水光荡漾，环境安静。意境就宁静，你知道吗？钱很好，您相信我，命更好。有钱没命你白搭，我告诉你，这种境界就是我们所说的黄金未为贵啊，安乐值钱多，两万意思吗？好，这到这里啊，欧洲人你给他拍手了，了不起了不起。最后一点应该你们要点头了，注意看，2楼以上没人加铁窗，什么意思啊？人家早就算到了，穷人心中会有恨呢、欸。哎呦，有钱没退，老板啊，又吃龙虾啊，我妈妈要开刀没钱啊，儿子读大学没钱啊，恨什么？恨自己的命运不好。有了恨会有怨，我们的嘴巴一定要说美美的话，不要开口就骂人，太粗糙。因为有了怨会结仇，知道吗？所以他们好聪明啊。观光收入一进来，第一笔马上打生老病死。谁在威尼斯生孩子？市长哥，谢谢你，生一个给2000。我妈常笑我，你怎么不生10个？2万比较好赚，只生了3个。这个孩子一生下来，150块的牛奶钱，跟到18岁。小学到大学读书不要什么钱，大学一个学期单是250块欧元打死了。看病开刀、癌症治疗，全部给那个什么病号号码，完全不用付费。我告诉你啊，威尼斯市长的智慧，一般人都要服气的。生老病死一扎，他说我告诉你，有钱的命1天24小时，没钱的命1天24小时。那有没有后顾之忧了吗？有钱人
有钱的活法，没钱人没钱的潇洒，懂我意思吗？注意了，他就以一个社会制度，就把他仇富的心理给化掉了。各位兵，来旅游不要只拍风景，风景要最漂亮，上中国大陆去，随便一座山嘛，两千多公尺啊，3000多公尺啊，随便一个城市2000、3000米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来到欧洲，注意欧洲人的思想领域、意识形态、社会结构，懂我意思吗？这个是欧洲成功的儒家子威尼斯商人，他一句话，命只有一次，钱是给命来用的。他把钱用在房子上，就是告诉你人的日子要过得美美的。他把钱用在社会制度上，就是帮他化掉重复的，用在和字上。和，请你注意我讲的那个和气的和，非常重要。国家和会强，社会和安定，自然和优美，人心和健康，知道吗？他跟人家生气，不是咱们怕他，咱们是就是自己健康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啊，忍而不发窝囊，忍而待发有理想啊。我们为我们自己健康，他们一般计较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特别注意啊，威尼斯商人他以前做到这么一个境界的，明白吗？啊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左手边，这是卡车，大卡车。载货大卡车，现在我们看一下左手边有个岛，这个岛你们早就认识它了，这什么岛啊？穆拉诺岛。灰姑娘12点钟要跑的时候，跟人说什么鞋啊？玻璃鞋，就指这个岛，你们早就听过它了，可有名了。哎，讲到威尼斯玻璃，先讲我啊，我爸爸在台湾是开工厂的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从小学啊3年级开始，礼拜六礼拜天跟我大姐跟我哥哥去背菜，背那个菜桃啊，包青菜啊，因为妈妈从菜是在地上啊一个大锅在照炒的，工人很多。所以我告诉你啊，你叫我王老小姐今天在那个洗碗槽前面洗100个人的饭碗，我告诉你，我轻松愉快，顺便再唱一首《何日君再来》给你听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对，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环境所逼，搬家对不？做惯习啊嘛，是不是？威尼斯造玻璃也是环境所逼啊。注意，一年淹水8次，超过护堤石头边。溪水往上走，砖头盐巴一晒，那个盐巴就跑出来了，太阳一晒盐巴就跑出来了。威尼斯房子盖得大大的，3层楼4层楼，一画画一年就掉下来了。注意啊，今天有人娶你的女儿说，阿姨啊，我跟你女儿结婚哈，一不拍婚纱照，二不请客，三没有聘金，我们就结婚了，你肯吗？台湾没人这么摸女儿的，至少请个10桌的酒席吧，是不是？至少嘛，用婚纱照照一照吧。为什么？经济条件好了。那威尼斯以前是做精品买卖啊，那家里没有画，那这个面子怎么丢得起啊？他们就这个祖先聪明，不要怕，有招。金子不怕潮，人家是龙王潮，你眼睛不要去撒丢啊，全部都是金子，金狮子、金球、金天使都是金子。玻璃来一律去他不怕，玻璃不怕研发，他烧玻璃来拼嘛，懂意思吗？就这么一个情况之下，他们烧出他们漂亮的玻璃。你说他的玻璃跟我们台湾玻璃不一样？一样，你不信？那你给我说看，我跟林志玲是不是一样啊？一样，我先生说的，人家两个眼睛，我们也两个眼睛啊，是不是？就是人家走过去都看不靠我们，就是了哈。只是看一点点差别，差别在哪里啊？啊，一点点条件，他眼睛嘛两个，我也两个，不过他亮一点，他嘴巴嘛唇好看一点，耳朵嘛大一点，胸部嘛有一点，腰细一点，屁股翘一点，腿长一点，就多了一点点，知道吧？啊，请你注意啊，威尼斯没有天灾，春有花香，夏有石林，秋赏明月，冬飘雪。它那个沙啊很细，烧起来不起疙瘩，凉了闪闪亮。就这个沙，就这个沙，听过一句话没有？春寒赐浴华清池，温泉水滑洗凝脂啊，就那细细的凝脂之美，懂意思吗？哎呀，这个没办法说的，叫看，看了就知道，我们下去看就知道了啊。来来跳舞啊。镜太大了，露天玻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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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麦克风的时候跟大家对一下，因为好像还有人想参加，可是那毕业生。来过去吧，来来过去。我来煮一碗，大家去煮。上厕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马上就好。工作人员而已。哎，那个导游小姐要小心一下。一千岁，你知道不？一百年呐、啊，天地要翻一下。阿嬷一百年，人瑞哈，米家一百年，东西一百年没坏掉，叫古董，知道吗？你们今天最重要的张照片是什么？人要站在这一千岁的教堂上面的画下面，把这个画拍在你头顶上面，那个数位相机啊，一拿出来，你会吓一跳。一千年切的玻璃画，比你的脸还要亮，为什么？它不是这种普通的玻璃啊，这是普通的玻璃啊，这就是威尼斯的玻璃啊，这样子的。为什么？它的沙很细啊，在1400度烧起来不结疙瘩，不长青春痘的意思啊，变为一滩水，凉了就闪闪亮。为什么婴儿的皮肤不用保养什么雷利欧啊？不用雷利欧吧？因为它细白细白的，懂意思吗？没有为什么，你们要注意啊，这个玻璃啊，你一摸。钻石刀可以在里面挖，我不会给毁的。为什么？它是在1400度炼出来的，密度很硬啊，不是那个铅玻璃挡怀怀的那种啊，很清晰，但是很漂亮。所以你们看这东西啊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洋人不干杯。你们看过洋人干杯没有？没有，很少。洋人不干杯，我告诉你啊，洋人用这种玻璃杯啊做的酒杯啊，往哪去啊？等一下，酒杯一倒下去，一倒下去啊。这个葡萄在阳光之下比例好，马上的杯子下面有个红宝石出现，知道吗？这种亮度马上长出来，啊一晃，哎呀，它就开始品尝。这洋人一下班不是马上跑去找老婆，不是？几个好朋友酒吧喝在一边，拿个杯子这样晃啊晃啊摇一下，他尝一杯，品尝享受一杯红酒，懂意思吗？你们来到意大利，你听我的意见，一定要吃冰淇淋，他冰淇淋特别好吃，一定要喝咖啡。意大利咖啡，我告诉你，一入口满嘴飘香，不烧喉咙。最古老的咖啡屋在哪里啊？看好，就在这个绿帽子钟楼旁边，1720年，到现在它的咖啡一杯叫价25欧元，还有人敢来喝？我告诉你啊，等一下你看到他们的水晶咖啡杯，你说不漂亮，那个真的就很难了。没有为什么，我就一句话。钱不是亮给别人看，钱是给自己享受的。洋人的观念，我存我在，我最大，是给自己用的。好，你不相信，我再找个时间给你看。现在全世界的有钱人住的别墅，我跟你说啊，糟抢啊！为什么？一个铁栏杆大大的，啊，花园大大的亮在外面。什么时候你自己坐在花园里面享受？来来回都是人，房子在后面。威尼斯的商人1000多年他就有概念了，商人种藏字他都爱管，你看啊，门一进来一般般，等一下我告诉你，有钱人家的房子你可以走进去看啊，不信走进去看，门不显山不漏水，一走进来一般的房子一个小院子啊，种满了花自己享受，大房子进去一个大院啊，可以容下100多人开舞会，全部在这好喝的我们来之前，他已经做了下串、上串，现在把它连起来，看到没有？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出金瓶，出金瓶一要肯拿钱，买好原料，二要有重用人才的修金灯政策，知道吗？威尼斯的岛上是出精品的地方啊。
那个妈的风，风的洗发水，一杯洗发水。好。各位，有没有麻烦吗？因为我不想说你这些话，你晓得吗？真的。你在北美的啊，你看全世界的艺术家佩服他们，没有一张嘴巴敢嫌弃祖先的工具不好用，没有，都是呢，全部是老祖宗的工具。你过来一点，挡住他们。好，注意看这个徒弟。Come vedi, Mike, non lavora da solo. Primo perché ha bisogno di un assistente per lavorare, e poi perché non ci sono scuole per diventare Mike. Si vede qui quando si è ragazzi e si ha le capacità di fare gli assistenti in 15-20 anni si può diventare un Mike. 他说没有一个师傅白纸黑字写配方，或者是外面教人家，或者开设学校，都是口传，知道吗？没有一个师傅自私的把他一身心血烂在肚子里，带到对面那个坟墓去买，没有。没有说哪一个人因为人家拿了一箱钱，日本雅子，哎呀，我他妈是来请他教人家，没有，全部一代在这上面，啊，不容易哎。Vedi, la prima parte che fanno del bicchiere è il gambo. 现在在做家族的标志。Adesso vediamo come sono chiamato la parte poi là。然后我们再看他怎么把这个底吹出来，我们就进去了，一直看一下底下在那冒烟呢。外边的手。伤身体啊，心脏病，你知道吗？一把火天天烧着你心脏，你还不心脏病啊？伤眼睛，天天看着红灯的东西啊。不过你问他怎么不改啊，他告诉你，我是穆拉诺岛上的人。你不要小看这句话，人家问你你姓什么，你说我姓陈，我陈家的人不做乞丐，所以我勤劳，我守勤不受贫，人情地不来。你这么说这么做，儿子也这么说这么做，孙子也这么说这么做，我告诉你，你陈家要败还败不掉，那根骨扎进去了。他们这种观念很厉害啊，懂你什么啊？我是穆拉诺岛上的人，样样守传统，照样能闪烁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信念。来，l'hai insegnato in maniera indelebile. L'importante è... L'importante è che c'è Coca-Cola. Vive. Quella fondamentale. L'importante è che c'è acqua e Coca-Cola. Mi canta me, oh?师傅没有像我这大嗓门吼来吼去的哦，全部是徒弟看着老师傅的眼神啊，这个就是默契，默契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们看了威尼斯这一句话，这个城市啊，你一定要重新再拿起情感这个词，情，人在情在，人走茶凉，人就是讲一个情，见面三分情，要把这个情给保住了，情没有了，懒惰人没意思。他们就是这个情，对着这个东西的感情，没有为什么，只有感情才有力量，没有了，爱出现一切的力量啊。这把感情比火还要浓，那个脑子就是一千多度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家，不要跟他谈外交哦。叫那新官业老，叫新官商业老板来谈外交，不要谈，没有量，我们这种都没有量。Vedi, adesso per fare la base viene soffiato la base. 好，注意看这徒弟哦，appoggiato sopra. 他们祖先好聪明哦，把这架子做出来之后吹个泡泡，注意看啊，吹个泡泡。在吹的时候要转一下啊，再把气倒放回来，看看呢。Adesso taglia, poi riscalda e apre e fa la base. Nella stessa tecnica si apre la parte, la coppa, questa qua. Questa qua. Faccio un po' di spirito un po'.北京给力不好打给啊，又要快又要好，哪那么容易啊，是吧？啊。你看啊，他已经把它打开来了，这是脚底好了。哎，你不要看他做好容易啊，我以前就这么想啊，就吹一下自己套了两个大炮，好炮跑下去嘞。我告诉你啊，洋人啊来这边旅游的自己叫计程团来看的、啊、好，师傅请你给我走，我去里面参观这个热的像窑24小时政府给他瓦斯费，不得了，玻璃啊，就好像你有什么娶美丽的小姐当老婆、啊、赏心悦目呗，水晶比玻璃多出了亮丽不失艳俗的美感，知道吗？就是亮但是不俗，好不好啊？水晶啊，来，小贝丽娜，哎，哦，
咱们就去做，没做过你听我的意见，您就得做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威尼斯有钱人家，他穿个大风裙，他怎么走路啊？他不走路，他的有钱嘛，条件好，就把房子盖在水上漂。我的门一打开来，我就是水，我跳过小船，缓缓代步，我不走路。所以你注意啊，整个威尼斯格局就这么一句话：前门永远流水道，后门有走道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要注意哦，我是普通人，所以我带你去走。我家的地址后巷718号，就是以前的来后门区，现在比较便宜。那有钱人的水上漂的是水道几号，懂意思吗？那是豪门大宅。那我们呢、啊？穷家富路要省钱，待在家里啊。那家里更靠近，那路就是钱花出来的嘛。难得来一趟，就是得去做。来拍拍那个小船哈。那我现在告诉你啊，拍完小船还有自由时间，知道吗？自由时间广场拍照片啊，怎么拍啊？我真的给你做参考，不一定要这样说了哈。那块的。在教堂的前面往外海拍出去，您的镜头要拍到这两根柱子国门。为什么要拍啊？他们的祖先说这个门只要一改全部就完蛋，只要我能够守住这个门，我们一定一代比一代好。那是什么事情啊？没门墙不封，没门栓不关，没台阶不要对我三叩九拜。威尼斯很有自知之明哦，我们那地方什么都没有，一没森林，二没矿产，我们要人才。可是啊，人心就这样子，只要有本事的人都有脾气，都有个性，所以我们啊，千万不要关门，不要封门，就等他进来。你只要有脑有手，大老婆生的，小老婆养的，无所谓。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啊，威尼斯，您跟一个男孩子生的一个小孩子没有结婚，照样可以放户口，这不重要，不重要，懂意思吗？啊，他们观念，你注意啊，观念没有说他对我们错，没有，不同的人不同的观念，懂意思吗？哈，所以你记住啊，这个门影响到了全世界建筑师设计门的重点。你不信啊？你回去找个朋友学建筑的，哎，笑脸啊，你们学建筑的门的设计重点在哪里？他就告诉你两句话：一，气派；二，诚意。不信你问贝聿铭大师，他都这么回答你。威尼斯国门什么时候上去了？1172年，了不起吧？啊，拍这个国门啊，镜头够大的人要注意啊，要拍到这个王宫。这是图书馆，你们注意看啊，王宫旁边是教堂。一个商人哎，他对建国倡国好有概念。他说，国家要强要安定，政治办文化。政治连宗教，知道吗？强国之道，政治文化宗教三样保持平衡。你还不要不相信啊，阿扁在骂人的时候，整个欧洲人看到我就问我，这是什么人啊？他是总统吗？怎么把总统说得像个小市民一样啊？一开口就骂人，在骂什么？我说大概是今天心情不好，搞不清楚，不知道。可是这一次政权在转交的时候，居然没有政乱，全世界盯着我们台湾人在看呢、啊。台湾人的素质好，你不要说啊，一个观念一个动作，让全部人对我们刮目相看。台湾 international 是有远景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好，总而言之，你记住了，这个广场拿破仑走进来，封他欧洲最漂亮的客厅，就是赞同他的强国纲本，懂意思吗？政治、文化、宗教三样一起发展。注意啊，这一栋王宫在教堂的后面，威尼斯都会拍马屁的。马屁是什么？外交，外交很重要哎，知道吗？他说，
王权再大，不可以压神权。什么人给我进教堂？膝盖要下跪。哎，你有没有发觉啊？巴西总统啊，够恨的吧？一天到晚丢炸弹哈，够凶的吧？是吧哈？还有正当学说更可怕，你们知道紧急正当学说，搞得人家都是人祸大于天哈啊！好了，但是他进教堂要下跪哦。伊丽莎白女王谁富过她？可有钱进教堂下跪？你看威尼斯很多观念影响到洋人，知道吗？哎，王啊，王权再大不压你神权。所以这个威尼斯上面在讲说，叫他说，哎，你们让开来啊，别去干扰这威尼斯人啊，让他做生意。这外交手段拍得好啊，我告诉你，一切顺顺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大国崛起有气势，小国也可以崛起的，知道吗？就是要能够跟旁边的人啊，就外交做得好，这很重要，好不好啊？这威尼斯人啊，是有几个架子的啊。好，这是钟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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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在那里啊，绿帽子的钟楼。看到没有？在那个地方看得到啊。伽利略教授第一把望远镜出现的地方，100公尺高。你看，我们101500公尺高，它就比你点大。不过伽利略只有一个哦，因为伽利略就这么有名嘛，知道吗？啊。这广场，哦，忘记说了。这个是外广场 ，OK， 从这边走进来就变这样了。你看正广场，这个正广场啊，你再走进去，哇，比那个大陆的孔雀明知道，哇，气势！你看了啊，一圈大官对着神睡觉，君权神授。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广场，你悟性高的人，我顺便跟你说一说啊。我们看到一个有钱人，有钱人，我们不要看他手上戴什么金表、钻戒、皮包、名鞋，废话，他钱这么多 ，fantastic， 刷刷刷，一下就做到了，没难度。看到一个有钱有势的人，他可不可以再富三代？就看他跟我们讲话，跟我们讲话很平和。我告诉你啊，富贵人难养气势也，你的家族的孩子的气势教育很重要，懂吗？我们的儿女要嫁人的时候啊，不要嫌他没有钱。我们莫欺少年穷啊，年轻人没有钱很正常。不要看这个年轻人会不会是饥肠辘辘啊，老要计较，哎呦，舍不得搞。贫穷人养度量也，我们不计较，多做一点，马上富起来，懂我意思吗？注意啊，这个广场哇一声，就是威尼斯在最有钱的时候，他懂得君权永远神授，懂我意思吗？神的地位是最大的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就好像你呀、啊、很有成就了，哎呀，对爸妈好，对老婆好，对儿女好，对工人好，你不说话，站在那里顶天立地男子汉，那个气势出来的，懂我意思吗？啊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鸽子广场没有鸽子，旁边那边有鸽子，因为这鸽子大便把我们吃的啊，花了很多钱。他现在不让人家卖玉米了，也没有带干粮的，自己用干粮喂吧，买不到玉米了啊。慢慢这个鸽子可能要消失了，因为实在是很麻烦的问题。说到这个教堂，哎呦，那我就要特别跟你说一说了啊。我妈妈知道我在台北读书的时候去辅大上了圣经课，我不是辅大的，我是去修圣经课。可我妈不知道我的隐情，我妈可是很虔诚的佛教徒，我们家那片佛堂还很大的啊。她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啊，她说：“哦，我妈是不信老公大意哈，哇，你在这边吐啊，阿神经啊，阿神可以听，脚一抬起来就可以看电视啊，用什么遥控啊？啊，就这样先说了一句话哈，啊，哎呦，金孙啊！”啊，你今晚现在上面搞啊？啊，既然阿伯情商在这保你送上面啊？我的儿子说：“啊，那个不是人嘞、欸，那是神耶稣。”我妈一听他就：“哎呦，公孙啊，我来讲吼，哇，你妈真是神吼，哇，这我真是神吼。”啊，这些公上面这些，我的儿子一站起来就说：“马上来这边看他，上帝造世界，亚当夏娃吃苹果，梦爱当中摩西过红海搬石界，千呼万唤大卫王，所罗门王的智慧结束，耶稣升马床，东方三王来朝拜，叫门徒我是天之子，道路真理与光明，给门徒心想立下爱的榜样，不秉这晚餐，背地持家，三天后又活过来了。”你知道我妈说完听完这些东西第一句话说什么？
老的呀，叫你早点去换啦，我都能换那所在，你换那机那谁那车在彻底哟，到现在还夸这个是还那瓜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是因为啊，威尼斯商人用了600多年的心血，把一本圣经都画在丝缎上，在这岛上烧出了6000个颜色玻璃，把它贴在墙壁上，这些画都是用玻璃镶起来的圣经故事，懂我意思吗？掐你注意哦，1000年前这个大首领，到今天1000年过去，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把它经典用图画亮出来，用书写都有，亮出来没有？威尼斯人说什么？600多年，感谢上帝没天灾，因为没天灾，所以代代能相传，煌煌应接棒。哎，各位共好，李登辉、阿扁两代吵翻天，中国改朝换代不是烧就是毁。今天你要嫁到王永庆家里当媳妇，我告诉你，那个本袜金开堂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古今中外都一样，不霸我燕称王，不是我王雪王说了，韩非子开门第一章，做王都有霸性的，一个王一个王接着做不容易啊，懂意思吗？就是说他们当时真的有神的概念在里面了啊。这个教堂你要特别注意哦，造成今天欧盟10几个国家可以合在一起，最后紧要关头都是以圣经的方向为观念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叫它圣马可大主教堂，千绝唱，懂意思吗？不容易，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啊！这教堂啊，您信教可能挺震撼，不信教600多年真的很不容易。所以威尼斯说：“地上的沙给我变为天上的星，我让全世界人人给我仰头望。”这个教堂他们最高的骄傲了，没有毁，没有毁，真的不容易。不过坏了好多了啊，坏了好多。2100年，你想花钱坐小船都不可能了，威尼斯要到水里面去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你们坐小船看到什么景啊？就这个景，这就是威尼斯的美景，叫做桥相连，水相通。你们坐小船可以明白，台湾的交通部长应该来坐小船。人家当时在连岛的时候，小水套、中水套、大水套这么一个套上去的，海水一上一下就是洗涤作用，懂意思吗？造的那么环境非常的优美啊，这也是，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远见卓识，审时度势，就是要用脑脑。什么叫做成功啊？精良的技能，丰富的知识。为什么非得以菜篮子的菜拿？就是不动这个脑，老喜欢找便宜，这是不成功啊。OK， 哦，一座桥很丑哦，我要探究，叹息桥，我们不上去哦，看一看就好了。这个桥，放大放大，拍谁哈？在你家对面盖坟墓谁呀？我妈那个人很迷信的啊，你那边说她骂你的，哎，闺女是可以接受哦。这个是王宫，这个是死牢，为什么？谁、欸、都是商人当官的、欸，我嘴巴搬家，不是猛龙我都不过江哎、欸！你干嘛光污我的钱？你敢给我一拳，我给你一掌，我告诉你，那八官府走探险的那边给你淹死。男人呐、啊，打得你皮开肉绽，这里全部泡在海水里。你知道-5度啊，那就是我们中国的凌迟刑啊，挂一纱巾瓦都会痛破，而海水胀淹死，到这边再熬15天，那你告诉你不是人过的日子，石老把你饿死，铜老把你磨死，这些都有。这一座桥走过不会再回来，知道吗？叹息桥丑死掉了。不过你仔细一想，你应该会笑，鬼才的设计，宽短一座桥，人生2条街。为什么啊？天堂的地给你乔迁，就是让你知道生死面前呐、啊，千万莫消他们给他。为什么啊？这是鬼才的设计。好，世上威尼斯最有名的一座桥是什么？里雅多桥。你看007最后一集皇家的晚宴，不是炸掉一栋房子吗？就这座桥，这座桥就是威尼斯最大的桥，48米长，22米宽，7米高。它就是莎士比亚写《威尼斯商人》放高利贷的地方，最早放高利贷的地方，知不知道啊？总而言之啊，这几个角度啊，我是给你做个参考。就你们照相的时候，莫里亚多桥，我们坐桥才能拍得到，站在里面，好不好啊 ？OK。有没有人啊？10个人不到。威尼斯什么东西最贵啊？是的，住在威尼斯本地多少人吗？6万7，
为什么？你想出的问题是，两夫妻的孩子一天没有100欧元，你活不下去的，绝对活不下去。他所有东西都要向外面城市，从生产地到都市，然后来搬过一个船，400-500块一张船，还不打紧哦。到了河堤边，还有一个猛男，哗嗒哗嗒搬过桥，哗嗒哗嗒下桥，哦，那个费用很高了，是为什么哈？所以呢，他的本地人少。我想起什么吗？他那个金阿达罗布梅梅了。所以每次看到我那个大声跟我吵的，不喜欢女人的，人是好人，不过他喜欢男的。洋人说啊，你开头的形容词没得批评，因为你也是上帝的一块肉，您是有理，您是对的，您是表漂亮的，您是宝贝儿，我不喜欢，不好意思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这观念是他们的观念，其实也是对，因为每个人都是一块肉，但是应该是你我的范围来说，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死光了。他们小学教育第一堂都会说，应该一喜欢，二法律，法律很重要。你们俩注意看，那个绿帽子从我最高地方，这个女人拿着一把秤，秤公平，拿着一把剑斩正义，这一拉铃，嘣就下去了。你们注意啊，所有的皇宫上面都有这个女人，所有的宗塔上都有这个女人，就告诉你法最高，最高。他们的法是飞越国情，飞越民情，穿越人情啊，跟我们刚好相反，我们是法律不外人情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！法自成一格，从到屋顶上面了。那个钟楼最上面是天师，谁的功劳都不要想，他自己在手串着，全部交给天师，天师送给上帝，全部回到上帝。他们对以爱还爱，懂意思吗？但是坚持一下就是法力最大，这样的观念啊。好，钢琴拍左手边 ，Venezia， 这就是 Venezia。你们要注意啊，等一下我带你走路的每一个木马下面都是这种烂地方，有没有木桩啊？No， 木桩要钱来买，房子下面才有木桩。那我们走路下面什么东西啊？水管、电缆、瓦斯，全部在地底下。所以你注意啊，人才多重要。你看他们人才说，哎，我们地方小啊，不可以用柏油路啊，太阳一晒啊，冒烟啊，用石板，地震可以看出来，全部是号码。他只要打开个地图就知道，第二排、第七排水管12、17接头。你这个狗学师、狗学民市长来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好家伙，这威尼斯商人可真精明啊！一把钱一花下去，三代子孙都享用。咱们上海那个街道像什么？开发的，大家说，今天看大家水管、电缆、瓦斯管，你看一下就比较这个岛型的多好，知识好重要啊！所以你要注意啊，这种烂泥巴岛在地球上多的去了，只有威尼斯可以第一个先走经济，所以经济很重要。二养人才，人才很重要，才可以打出这片江山帝国。我们回头看，威尼斯所有的房子歪12度，白那些塔看到没有？全部要看威尼斯啊，不断的往下陷。你们要是剥过虾的人就知道，剥虾啊，冰冻的虾，一块冰嘛、啊，你在退冰的时候，水一放下来要10分钟，也有什么动静？10分钟之后，房在崩就地了哦，整块冰到碎掉。地球软化就这样现象，刚开始比较慢，现在速度很快。我1980年跟美国公司到威尼斯，这城市我整整待了28年，28年，从最早的孤政府到最后的宋楚瑜、阿扁等等，我全待过。台湾你叫的是字号，我基本上都待过。中国当中最早的胡耀邦、李先念的江主席，我全待过他们。所以至于这个城市，我待太多年。早期来的时候淹水只有4次，初一要不然15，现在1年16次，初一、15、20都给你上来，不得了啊！那水一淹，广场都已经淹到这个地方来了。所以你要地球的话，威尼斯怎么办？没什么办。我也很想再年轻了，你相不相信我20岁的时候也是一朵花了，现在一个月不染一次头发都见不得人了。风流才子莫叫贫，红粉佳人羞面容，那没办法，这人生没有回头路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左手边，这就是最深的海沟，就是一出去就是55米深的大海，知道吗？亚德里亚海。影展、雅安、碧山、色戒，大放光彩。巩俐、张艺谋啊，左手边，影展的岛，电影展的岛。我啊，以前来威尼斯上那个岛啊，第一次上去吓得我一跳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他的洋妞啊，都把那个胸罩拿掉，晒太阳了，就是露在那边的。哎呀，我说怎么回事啊？这些人，他就因为他穿那个比基尼啊，在。
晒太阳，那等到晚宴的时候就没办法穿露背的，懂意思吗？那都拿掉了。哦，我心想上帝啊，千万不要生到女儿啊！哎呦，真的吓死人了。结果生了两个儿子，打算是个女儿。我女儿在那边生的，那头发不是黑的，我不是跟她偷生的啊，真的是自己的，不是的。哎，就不知道，因为可能我在做太多了，不是染，就是没你这么黄，我就是咖啡色的，对，就是没你这么黄，我是咖啡色的。然后再回台湾，我们家其实说，我就喜欢多啊，为什么？那胸部大大的，我是没胸部的，他胸部大大的，腰细细的，屁股还翘翘的，哦，他有一圈汉堡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是外国人那个样子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？饮食气候，知道吗？哎呦，我就跟他说，而且12岁当小姐，我紧张的，我说宝贝儿，咱们不去那里游泳啊，咱们不去那里游泳啊。我说咱们台湾人不喜欢把胸部当肉给他看的啊，不行。所以你要不要来？这个岛啊，就是他们很开放啊，没办法啊，那是他们的习俗。所以下次你们自助旅行啊，想要开放的可以上去游，上空游泳啊，而且沙是金色的。常常看到白色的沙滩，很少看到金色的沙滩。有没有听过一句“黄金如血，软如胎”，形容它很适合啊，踩在黄金上面，做一点黄金梦呗啊。哦，那个就是奔驰轿车，奔驰，知道吗？在威尼斯，有些人就是开奔驰的，就是帆船。第一个你要上课，上他们3年的课。要从浙江站着划船，然后上帆船课，来拉到希腊，来才能完成执照。第二个，你体力要很好。洋人的父母亲养孩子不要什么钱，可是依然花很多钱。为什么钱？因为读书不要钱，看病不要钱。不过很怕染上毒品，你知道吗？毒品啊，洋人有时候啊，他们很喜欢高兴，他们特别喜欢高兴。可是因为现在人比较少高兴，都什么？都是现在比较少高兴。因为你看哈、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前我们小学的时候去远足，哇，妈妈买一个富士的苹果，我是抱着睡觉的，好热啊，高兴得不得了，热了一个晚上。现在你要吃富士苹果，什么难度啊？这种快乐没有了。以前的人有很多的快乐，过新年，哎呀，吃的那个什么，吃的鸡腿，好高兴啊！这年吃鸡腿有什么难度吗？所有的快乐都变成普通了，懂意思吗？可是你有灾难，不许炸炸弹，留下一角，我们吸水缩水了啊！这个人怎么一整呢？开始啊，一股票一跌，哇，大家都受影响，没有了天堂，多了好多的地狱。所以现在的人有时候比较痛苦，所以洋人很喜欢高兴，他找不到高兴怎么办啊？他吸毒，人造的高兴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他很怕。大麻是合法的，你价格多可怕，大麻是合法，所以呢，天下父母心，总希望这个病活得好，健康。那跟谁啊？谁最健康？天地最健康。所以看他们办帆船学校，教你拉帆船。所以洋人你看到没有？他们从小给孩子学滑雪。学爬山，然后呢，学帆船，学游泳，跟大自然玩，大自然养心，懂意思吗？啊，没办法，这也是因为这个地球上有很多人来跟你抢儿子，那没办法啊。好，右手边的公园，你们要拍一拍，这公园是现在很厉害的双年展的正会场。拍到这公园，你回去，你一定要帮帮忙。谁要让台湾 international 自己下功夫，每一天读一个小时的英文？什么叫做 international？ 我说给你听啊！你在台湾，你看到一个瞎子、一个聋子、一个哑子，你跟我说他往哪里窜去啊？你要 international， 你英文不会说，不会看，不会讲，你什么 international？ 什么用啊？即使我们台湾人，任何国际奖都有得奖，可是得了奖，人家问你不会说。你找个翻译的翻译，你们有时候你们有个城市哈，洋人说一句，你得给你翻一句，你听得都烦死了。翻译的东西不入神，你懂意思吗？所以你看，人家也不读那一刻的给你翻，翻就变成别人的去了，那自然而就变了。所以注意，不管谁当台湾的头，要 international 全面英文化，你看那个新加坡一点点大，他们能出来，其实不是比我们台湾人行，但他们不傻，因为看得懂。我先是马来西亚人，东马你们去过有没有？那可落后，他们这人出来没问题，也没人敢欺负他。为什么？他能说，他看得懂，是怎么欺负他呀？那人心做的人，这天理自在人心嘛，这谁敢动你啊？懂意思吗？喇嘛这次事情闹大了，喇嘛成欧洲支持他呀，整个美国支持他，他英文多好啊！其实西藏的问题不是现在的问题，
那元朝时期应该要降服他们，整村给他烧掉，那种仇恨是世世代代在里头的。你看以色列人那种仇恨，他化得掉吗？你这么烧他，恨这种东西化不掉，有意思吗？啊，所以呢，你不要说啊，他就是早期把孩子送出去学英文，他英文讲得好，他一说自然就动人心了，有意思吗？啊，所以注意啊、哦。台湾要 international 一定要全面英文化，这是最起码的一点啊！希望你们要支持我这个理论，这样子我们自然 international 好不好？好，孩子的这个钱不要省啊，让他每一天读一点英文。啊，现在呢，注意了，自助旅行来，无论如何再便宜不可以住外岛，挨的不要。12:30你打电话给我，导游啊，我没有船了、啊，怎么办啊？我都睡路上。警察给罚单，他们到我们家前，到我们家门口来到我们家里面来打地铺。我们家很小，全部喝着水，吃着水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船回去。所以台湾有很多老师啊，他跟他讲啊，他也有时候他放弃了啊，就是贵了10块钱，你住这边，因为这边你可以走的，知道吗？没有船就走回去嘛，那连在一起的嘛，而且这是桥相连，水相通的嘛，这个就不行了、啊。你怎么去啊？游泳过去啊？是吗？那不行啊，所以要特别注意啊，自助旅行这城市啊，我现在啊为你们自助旅行铺路，因为毕竟我们台湾人自己出来玩很多。就好像威尼斯的房子，外面看起来不怎么样，一进去，砰，别有洞天。威尼斯也是看起来小街小巷的，一进去，里面一个大大的空地，好多的空地。为什么？以前没水，他们大家让一块地来接雨水，中间有井，旁边有洞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雨水汇集过来，汇到下面去，往上回升，摇干净的雨水来喝。所以有100多口的民间的井，有没有人把它卖掉啊？没，就没那个胆儿。他们的头脑算到了，这一排沟沟的井不可以卖，不可以拆，懂我意思吗？要保留着，这样子呢，再穷的人家回到家里把窗户打开，那风会走动了。风吹自然凉，台湾的热，你们家有几家公共电器啊？我妈那个人很节省的、啊。我上次回去，我们家已经有6台冷气机了。你想那6台冷气放出来的热气多可怕呀，是不是？其实人祸打过天，这是人搞出来的，懂意思吗？威尼斯很少吹冷气啊，都靠自然的风啊，这一点啊很重要。还有啊，你们注意哦，阳台上啊，每一家的花都要很漂亮，地板做得好，知道吗？不走挖马路，走围城啊。那我们走一走，不过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走里面啊。是有一点点违法的，因为团体有团体的路线，那是自助旅行来还的。那么你们一定要帮我个忙，有2个点很漂亮，我会各留10分钟给你们照相，你们尽量拍。我说走嘞，你就要跟我走了哈，我也不能叫太大声的，那个很近的，不要太大声的，那等下叫警察了。然后你们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帮我个忙啊，一人纵队啊、一条线这样子啊，越过，人家就不会说我们的话了，好不好？在威尼斯走路注意，一不要随便回答警察的问题，有假警察，上次把我们的钱都变成假钞了。这条问题导游哪一个？你哪一个？听阿伯走了，散开来就算了。因为大陆人跑掉了8万人，上一次我就看到那个假警察，他说是警察要查钱，也没什么样，就把我们的名单拿出来啊，花了多少钱呢？再记一下，拿了钱，他蒙却又叫他来来回回，就在我们4个人的眼前之下，把我们的50块、100块变成假钞哎。好厉害哦！所以我告诉你哦，那一次我还赔了钱啊，旅行社互相大家赔啊，6次分账啊。这一次我先说明，谁多话自己负责任，我才不赔你钱呢、啊。我跟老公骂死，我跟你说啊，所以我们不要回答，好不好？好、啊。第二个，不要去施舍那些人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不要大慈大悲，都那个一天都赚500块的，我告诉你啊，都是假的，男的卖女的，下班抽钱要罚钱很快。第三，不要看黑人卖的假包，罚钱是罚你，不是罚他哦。有钱人买假货，做转犯罪罪加一等，知道吗？哈，所以我再说一遍啊，不回答陌生的问题，我们不去看假包，不要去施舍 ，OK 了，没问题。有钱人家的劳斯莱斯船 ，nice。刘老师啊，记住啊，钱要给命来用，知道吗？啊，钱把命呢过得好好的，这是正确的观念啊。这还不是最好，最好的劳斯莱斯上面可以停2架直升飞机，还有2辆帆船。在银展的时候，威尼斯好有意思哦，前50名的有钱人全部出动劳斯莱斯排船，哇，那个气势真的是，一起合作，表达这个威尼斯千年不衰、千年不穷、千年不毁的大气，懂意思吗？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其实好多的船是我们台湾人设计的，对吧？真的，真的。
好了，我这个人哈、啊，就是比较，哎呀，有点遗憾嘛，因为本来我要当老师，我妈又不让我当老师。那大陆人嘛，他们又不太爱听，所以每次碰到台湾人就精神虐待，讲的多多的啊。那讲多了，那你就听了忘了，算了算了，忘了就算了，没关系的，下次开始容易一点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下去走一走，记住了，我们去过过平民，然后去过过贵族，然后再当官啊，光色马可广场喝一杯咖啡啊，听听音乐，反正呢，人家就是回事，把自己呢今天过得灿烂一点。那么呢，很高兴今天做你们导游，所有工作到此全部结束，跟我一起往中走即可。千万不要跟我发脾气啊！前两天有个太太，我说我带你去里面走，当然比较累啊，不过我就是不能每一次都停留，因为比较窄。我们大家跟着来，不要着急，我尽量放慢。我从东西先搬来了。哎，你小孩长大，他是台湾生的还是台北生的？台北大溪生的，大溪哪里？桃园，桃园大溪啊，桃园乡豆干。对呀，桃园哪个不讲中文？我是台湾生的，台湾生的。对啊，我跟绿帽子钟楼这一条大道，康庄大道入口。我们不这么进去，变人干了，认识了。我带你们说小巷子，记住，所有人就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走到广场。